如果想我的话，就可以去办公室找我。 小七回来了。嗯，嗨。哈喽，小七，你回来了。哈喽。哎，柴小姐，空腹不负有心人呐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您是不知道，您走了之后，方总老是嫌弃我做的咖啡不好喝，我真是太难了。哎呦，好好好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柴小姐，啊，您既然回来了，那想必那本书您颇有研究，能不能回头把那本书还给我？ 我以备不时之需。就那本书，那本。哦。啊。对，柴小姐，我先带您去您的新工位。新工位。这。哦。Surprise！ 这是我们方总专门为您准备的豪华工位。我。 稍等啊，玫瑰香薰为您的工作添几分香气，糖果拼盘为您的生活添几分甜蜜，最重要的是真皮按摩椅为您的身体啊舒缓压力。满意吗？挺好的，但我还是觉得以前的工位比较适合。哎，别，柴小姐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，根据你为公司创造的价值。 这些都是犒赏你，但他夸张了我不太好。哎呀，怎么不太好啊？你有帮公司科研部调香水，而且还拿下了泽万的单子。别说这豪华工位了，独立办公室那都是没问题啊。乔姐，来感受一下，试一下。妈，这动了。小七，这离我办公室很近，如果想我的话。 就可以去办公室找我。那个荷尔蒙香水怎么样？待会儿我让科研部提取几个样本过来。嗯，好，好好工作。嗯。